阿尔法罗密欧的话，它其实可以体现一种品质化的生活。因为我们在平时在旅行的时候，包括是像不同的酒店，或者是说不同的交通工具，三个人骑一个 ATV 攀爬这个火焰山，它其实是体现大家一个不同生活态度。是，那我觉得其实像自驾的时候，车子它其实也是承载了一种生活态度。都不接受，微信和支付宝。那这真的是在中国吗？好怀疑啊！骆驼会在马路上，可能会在上面走，可能会躺在上面。一定要往前让出一部分量，让你后面的车能够轻松的切回到这个位置上。路程到底会收获些什么呢？离家出走不是离家出走，离家14天。喜欢拍汽车，又喜欢出去浪。也浪不了。所以，跟他们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，让我感到十分的激动。然后我会时不时的去给大家捣乱，然后随时跑到他们的车里面，会非常的有趣，也很期待。你这么久难得有一天不是发化妆品的，发的是豪车，还说是法拉利的发动机，工作以后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坐在后面这么惬意，自然是不错。对呀，还可以吃的东西。那你觉得呢？女生都很爱这种正色，非常有逼格，是吗？对，就要在商量中看出一些精致来。北京在路上吃了一天了已经。大西北，地大物博，然后人比较少，然后整一条区域，你看他们的厕所修的都跟小宫殿一样。对，除非停休息区，不停休息区的话，真的就是一脚油门，然后你调个定速巡航，只有再加油，没有减速，哇，真的超爽的。在广东，真的没有什么机会能够。你开一个小时都是踩油门的，就都是维持在120、130的这样一条道路上。90%对，车多人又多，所以呢，就希望以后还是有多多的机会参加我们的异车动车。黑桥1226年被成吉思汗蒙古军队攻占。元朝灭亡后，这里成为北元残余政权的重镇。1372年被明军所攻陷，人口内迁。
从此废弃。古城遗址除了城墙还能够比较明显的看出它的轮廓，这里的内部呢只是一些残垣断壁了。我所站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制高点，但实际上是风把沙子堆起来的一个制高点。行程大概是380公里左右，东西能扔的就扔。开着空调呢是吧？对，不然空调也是不大的。你要干嘛？哎呦，对，我错了，错了，我天哪，费油了，费油了！我也让他熄我的尾油的，我在这个车道开，他要并到这个车道，我就并到那个车道。看着呢，化龙怎么说自己会更省油吗？这是这几天来车队保持最完整的一次，而且每车的间距保持的最合适的一次。没在吧？放气。哎，听说这声挺好听的。意大利人为什么要这么是吧？融入中国？低油耗。堵着开，堵着开。啊！寸草不生，降水量要远远小于它的蒸发量。这里太阳底下的气温仍然能到-50度，当你接近它之后又是-90度。这是这火焰山这个冲刷下来比较深的一个沟壑，人都可以在里边。蛟河古城比较神奇，它的建造，它实际上是选址之后经过设计，然后这些建筑呢都是从地面往下挖，然后挖出来的这个建筑群。白白的家盐碱是吧？那个方向我们看着很白的地方，刚才问了一下当地人，其实都是盐的那个结晶的壳，所以我们现在用小的无人机飞过去去看一眼。